用开油。油箱水出代志，你敢怎样？阿姨一定看过了，我会去摕影片，查讲这个是港英团，不是讲客用。那是阿姨出代志，真有可能是港英团立下毒手，是安怎？搁走来问我？你应该知影油箱水看过影片，影片我嘛看过。那呢？你即嘛是要来提我的名？你遐尼惊啦？我无要讨你的名。不过你为着要脱罪，凊彩把影片摕予油箱水看，造成真严重的后果。我若是无甲你解释，这口气我无法度透啦。你明明会当先跟我参详，我就甲你讲过，我有找律师，赶紧予你交保。你都不爱听，硬要用这种方式跟油箱水路，啊，结果呢？结果就是你害死油箱水啊！哪会安尼嘞？阿姨哪会做出这么极端的决定呢？我只想要阿姨有所防备，伊到底哪样逼啊行绝路嘞？照你来讲，你嘛做真侪歹代志，好你去坐监，嘛袂冤枉你啊！结果你连忍耐拢唔肯，硬要大事死也开，这害死油箱水啊！无耻集团鬼乱糟糟，你看谁要来救你？喜阳的晶片被江道成拿走，我不知道他藏在哪里，但是我有看到他把晶片放进一个随身碟里面。伪装成随身碟，若是可以拿回喜阳的晶片，也许还有机会挽救无极集团。原来是安尼，我头早随身碟内底什么拢无，原来迄是假，内底有姜启勇的晶片。我问恁，昨昏你去我的饭店房间的时阵，敢有捡到一个随身碟？是迄个随身碟哦、喔，真巧有啊！迄个随身碟嘞，随身碟内底哦，什么拢无，也唔过是发生真奇怪的代志啦。对啦，迄阵哦，阮把随身碟插入去电脑内底哦，迄个电脑都变作怪怪，而且迄个电脑会自动卡电话呢。敢讲，迄个随身碟是去予江道成做过什么法事是无？哪里？即卖迄随身碟嘞？你赶紧摕来还我！迄随身碟即卖无碟我遮啦，一碟碟碟倒，你紧讲啊！啊，因为迄随身碟迄足恐怖的，所以我甲伊弹掉啦。啊？弹掉？你就无法度知影内底到底有啥？你哪会当安尼？我袂摕我的物件，搁摕去弹掉？你哪会当安尼大肆大意啊？迄个物件足重要诶！虽然讲内底无啥物物件，也毋过嘛是我辛辛苦苦摕到手诶。你哪会当你就甲伊弹掉？内底都无啥物物件，啊有啥物重要？所以这是甲江道成有关系哦。妈，你刚才甲阿祖讲，迄随身碟是为江道成的保险箱偷摕出来的。我袂当讲，啊，若无，若是拖累着别人就害啊。为滴，我一定要摕回来。你等伊倒，我着等去楼下的资源回收室啦。啊，不过几分钟之前，我敢若有听到。那资源回收车有来呢。哎，什么？什么啦？那到底有偌重要？哎，什么？哎，第一瓶资源回收车第一瓶啦。
去头一个别墅区收资源回收，对吧？有啊。我有这重要物件在你的车顶，我一定要找回来。我有回收时间限制，袂当让伊砸车检查，等我到回收站，你再慢慢找。我无时间啦。你莫放我做工课。你真正让我找回来了，我有这重要物件在你的车顶啦。你讲乱乱要报警啦哦！我报警啦！我拜托你，你让我去找回来。我那物件真正是重要，你让我去找回来。你讲乱报警啦！你讲乱报警啦！你真心啊？弟弟，我的名画啥？就车上的药啊，你受伤啊？你别搁客气啊！你拄则不是已经承认你是江英团？所以叫你爸赶快，拢是爸将别人心快笨死。哎，什么笨手啊？做江头先后生，敢是我心甘情愿的？麦克是讲，你用这我是西面，你来当代替客，又不可能，我都不可能的。上中我想要代替伊，这是目前我必须暂时以江启勇的身份，才当主导局势。麦克平房啊，我今麦就跟你拼，我看你是要哪敢有一双枪砸？到底要创啥啦？我爱你即马，就去叫江道生把启勇的晶片还给我。那无，我就要杀死宝贝后生。这无法度，无钱就无得行李啊！那呢，你嘛莫想要活落去。你若是杀死这个身躯，是要去倒位找一个新的身躯来放江启勇的晶片啊？这是我的证明，你管？我拜托你面对现实啊！而且哦，你较公平好不好？不管我头壳内底是毋是有江启勇的晶片，这个一直陪在你身躯边的身体，是我的呢，是我江英团的呢。你把我杀死，一点意义拢无。你将来会让江启勇重新回来，变得更加困难。这边是在你江英团身躯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要怪啊，就怪江启勇咧乌白母啦，为着利用我的身体去控制阮爸，当作是啊报仇的工具。结果煞害你变作是这个闹剧的被害者。是启勇真正无法度等，我过去就跟你做伙死。你敢放过？你敢放过？甲冷静啊！你这明明说你敢放过啊！你甲冷静啊，好不？我拜托你，冷静听我讲啦。你有啥物好讲的？恁爸家拢不会干，我都啥物都看到，嘛听到啊！你有啥物好讲的？那是为着要救你啊！你当初你把我抓掉的，我无安尼讲啊，你早就无命啦，一个死人。是要怎甲江家斗三工，保掉乌鸡集团啊！你到底是要从啥？我有我的计划，我拜托你认真听我讲好无？你有什么计划？我这么想死。就个号啊！迄个号码是万神秘，一定有重要代志要甲我讲啊！唔免，迄两人一定是感动。袂当看，那是真正挂掉，用起用晶片就永远找袂转来。放手！哎呀，唔是阮爸唔肯给你晶片，是因为迄晶片好像偷摕走啊！我有去偷回阮爸的保险箱。迄个藏江启勇晶片，迄随身碟向偷我去啊，所以你找伊讨伊嘛，无我都给你啊。你即马启勇的晶片无去啊，阿姨嘛死啊。咱呢，规起咱大家做伙死死好啊。阿姨无死，阿姨无死，伊真正无死。
你相信我。小白讲啥？阿姨无心跳，无血啊！医生已经判定死亡啊！你即摆是要白讲啥？伊是食药假死的，只个我咧，你相信我。你之前会去骗啥会囡仔？莫想要骗我。我讲的是真实的啦！哎呦，这是为着要争取时间，找到姜克阳的晶片，我第一件在做的啦！听我讲啦，我讲晶片给我偷摕去，是万神秘偷摕走的啦。我看何伊，伊把性命啊，拄才打电话给我，一定是要讲晶片的代志。拜托你，我看何伊讲我清楚好无？可能是白操的，我白相信你，我绝对白相信你。我，小等，你好接电话，我开扩音，你就听。万神秘要来跟我讲。就知影我是不是有骗你啊？好不好？你相信我一次，我一次机会。子倩已经知影我是港英团了，伊要跟我拼命啦，我嘛差点无命，你知影无？啊，原来是安尼哦，我搁俩尊公是妖精打架，原来你是直接在相打。好啊啦，林子倩，你别这么激动。恁翁哦，即马伫咧我家呢。哦，唔对，恁翁的灵魂伫咧我家，啊，不过恁翁的身体伫咧你遐。我真袂相信你，除非你即马和我甲启勇讲话。好啦好啦，我叫姜启勇，马上打电话你。是你，是我，子倩，你免烦恼我，我到今嘛才当跟你联络，是因为我一直无法度接到网络。我总是去找到你啊，是的，都是我不好，我无甲蒋家人照顾好势，我让伊死亡个去自杀，都是我不好，歹势，那是我无路用。永启勇，你放心啦，阿姨无死啦，伊搁活咧。你莫想要连启勇拢骗。我确实有研发一款假死药啊，港英团，你是用一款药啊，好爱心。哎，对啦，迄药剂编号是不是 DFB 320？无唔对，就是一款。这是为着好在做实验的动物暂时假死，多谢你，老鹰团。我知影你嘛无需要甲江道生做伙做派。可以用你来当心灵医，你甲江道生合作，被卡乌集集团变作是环宇集团的子公司。哎，永启勇，金博士的团队哦，已经把担心乌走，这个新闻也是发不出去，那乌集集团哦罢免倒了。除非同意和环宇集团并购，阿拉伯恐惊真歹处理。阿姆哥，我袂和阮爸的计划这么顺利，啊，只是讲恐惊有麻烦你啊，所以和林子倩啊，说来啊，交我安排啊。启勇，你莫相信伊，伊是骗你的。我相信港英团，